我目前的位置是在光复拉索爱涌泉，在左手边那边哈。我们的农地在前面，台九线在右手边那边，很近。农地到啦，左手边这一片哈。左右两边界限是槟榔啦，这一片到尾巴，飞机飞上去会比较明显。电表在这边，旁边的玉米不是哈，环顾四周。